那时候我看见千玺一直在看我，对不对？没有在看王源，我觉得王源表情要哭了一样。没有，当然没有在看我。所以我们是不是还唱你的视频啊？看一下千玺的是什么？还有 Tell Me Why 吗？嗯，就这个。要放这个。王源。Tell Me Why。猜对了，张立伟打他了、我猜对了。是我觉得看你们以前的视频再看你们现在的表现真的进步蛮多的，有没有？有。小凯呢？千玺有。那你的进步是什么？变高冷了。对，变高冷，变壮了。千玺你现在觉得怎么样？我现在很紧张，待了那么久。是吗？手出汗了。最后一个往往都是最恐怖的。别说，哇哇哇！黏黏的耶，这个不会动吧？这个不会咬人吧？会咬人，会和我这个有一拼，和他这个有一拼，和我这个有一拼，他这个有一拼。愿上帝保佑你。阿们，你们这不是摸吧？注意，这是很多很多很多哟。你告诉我哪边有？都有，都有，都是很多很多很多，全都是一起吗？对，替群神兽，做好心理准备，心理准备。它都会咬人吗？会咬人吗？会，不会咬的，死了。哥。我不确定会不会咬人，不会咬人我就直接摸了。不会咬人。我有我的人格担保。不摸头，不摸头。我怎么有那么多头？不会咬人的。真不会咬人。还有下面，还有往下摸底，摸底你就摸了。往右边这边没有，右边对，就是。碰到了。碰到了，不是，再摸一点，我要拿出来扔他脸上。好，给我那个板凳扔我脸上。往下，这头对没对着我？没有，这是尾巴。你摸的全是尾巴。摸到一个就直接扔我一下。蛇，我还真的去摸，哇，活的，真的是活的，摸出来了，这是尾巴吗？对，尾巴没问题。这些真的是活的，我骗你。哇。哇，好暴力！活的，好暴力，千玺！哇，活的！拿头，千玺拿头，捏头，扔，要捏头，要捏头，要捏头！哇，厉害！扔他！扔他嘴巴里，扔他嘴巴里啊！哎，卡在那了，卡在那，好大的味儿！卡在那。哇，我手上有血！好，恭喜千玺也答对了，可以打我们的了。宠物给拿出来，宠物。